者共同的愿望只有一个，齐声高喊蔡英文动算。新北市造势晚会满满人潮，超过3万，让蔡英文进场短短几公尺就得走上10分钟。民众的热情让他喊出要创下比五都选举更好的票房。咱都有一个很好的基础，明年，不是明年，今年，咱的话总统来台都赢了。蔡英文有信心以新北为基础前进北中南东全台拼胜选，只是就怕许多秘密拔庄固庄行程遭到国安单位监控，蔡英文再批马政府滥用国家机器。现在还用我们的国家的机制在监控在野党的候选人，让我们重回白色恐怖的忧虑，大家都明白了吧？我们要不要回到白色恐怖时代？啊，那不爱。我们真的要换一个政府，换一个总统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首场新北市超大型造势，民进党下达最后动员，四大天王、立委候选人全都到场，拉抬北台湾气势，立下翻盘的稳固基础。三立新闻陈立国、洪嘉伟、SN 小组新北市报道。